这上面的这个螺丝给它拆掉，这几个螺丝全部给它拆掉。它这个有电机线，在这里面给它拿出来，它是一个正面的电机，是这个，这个给它拔掉。用镊子把这里面的这个抵住这个，它这一个抵住这个扣，然后给它按下去，给它拔出来。里面还有一个螺丝，哪里面？侧面这个里面有一个螺丝，后面这个里面这个螺丝给它拆掉，然后拆掉这个，把这个拔出来，后面的也是一样。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，这里面有个螺丝，给它拆掉，现在是推出来的。
把这个安全挂片给它拿出来。好了，就这样。这个是拆什么？拆电机，就是你说的那个马达。哦。